系，值得我们感到忧虑的，就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同胞们支持回教。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感谢行动党，因为是通过行动党的努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同胞们支持回教。行动党口口声声强调，甚至保证回教党不会第一落实他的管制法，第二他们没有三分之二的国会的席位来修改国家的宪法，第三管制法不会影响到非回教徒。这些承诺是世界上最大的变化，强调的是回教价值观、回教教义、回教法律。喜欢不喜欢，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都必须要符合一个越来越强调回教价值观的环境。只要马来西亚推行断食法，那么将会带来国家各领域，从社会、经济、教育、政治的体系负面的打击。我也公开的说，如果真正的是以回教治国落实断食法，我们的股票市场最少会变400点。我们不是在威胁同胞们，我们认为我们有这个责任来提醒同胞们。人家说在政治的领域，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可能的事情有时是成为不可能。所以不要排除说，哦，他们如果执政也不会有三分二的多的席位在国会，只要如同跟回教党的国会议员认为是时候以回教治国而落实断食法，他们是足够三分之二。那个时候，同胞们、同志们，我们是没有回头路。